气，林总。缺氧了。嗯、我要输氧气，快。我不要理抽。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嘛，说人话不干人事儿，就是这家伙。啊，我经常对你不干人事。不是对我，你对好多人。开玩笑啊，先问问这个今天晚上是咱们这位妈妈的这个晚上，咱们呢要把最好听的歌献给你们，最精彩的节目献给在座嘉宾。刚才呢，我们的虎弟小姐呢，把这几首非常好听的歌献给了在座亲爱的朋友们，同时也拉开了今天晚上告别晚会的序幕。咱们是音响一响，祝你的黄金万两，灯光一亮，架起你们之间友谊的桥梁。愿今天晚上的每一首歌能带起你一天的疲劳，愿今天晚上每个精彩的节目能忘去内心的烦恼。我看了一下，今天的年轻朋友非常少，是吧？老年朋友、中年朋友特别多。给你们大家一首非常好听一首，经典的老歌吧，把一首《映山红》献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。这首歌你们都能听懂的是吧？来一首《映山红》献给他的嘉宾，能不能齐唱？欢迎回家啊！赶快要吃奶回家。